主内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我是万金圣母圣殿的教友，在这美好的早晨，向我们的主一起请安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求天主保佑我们在一天的生活中，不论顺意或逆境，能常保喜乐与希望。我要与大家分享一段主的圣言，马窦福音20:28，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，而是服侍人，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赎罪。我们生活在民主的社会里，享受着自由与人权，为享受这样的权利，我们也必须为国家、社会尽自己的义务。信仰生活更是如此，当敬拜、圣洁、读经、祈祷、见证、服事的义务。当别人有困难时，我们不要吝于帮助，发挥人利己利、悲天悯人的精神。现在我们以一首圣歌祈求天主的慈爱和怜悯，表达我们的渴望。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中，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出爱。耶稣加油站，我们一起加油吧。